女人过了那几天最想干什么你知道吗？悄悄地告诉你啊，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聊天意愿会非常高，而且这个时候呢约她出来见面是很容易的，所以说追女孩啊一定要瞄准这个时期下手。那么怎么才能让女生对你一眼沦陷呢？其实这跟你长得帅不帅啊关系并不大。这个时期的女人呢，她对男人的体香会非常敏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人味儿。但是呢有体香的男人呢真的是少之又少。我跟你讲，你跟女人擦肩而过，她可能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子，但是你身上留下来的那个味儿肯定让她回味无穷的。如果说呢你也想给女人留下一种成熟稳重男人味十足那种调调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呢可以入手这款男士古龙香水皂。你可以用它洗头洗脸洗澡洗手都可以啊，泡沫呢很细腻，洗完了也很清爽，还有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，散发着浓烈的男性荷尔蒙，简直不要太上头了，瞬间提升女生对你的好感度，个位数一块还给你包到家，赶紧点击下方链接给自己安排几块吧。